用字写有什么问题哈？就是我们是人来的吗？有时会写错东西呀、啊，单拿上去给 Kitchen 的时候 ，Kitchen 就会跟着那个单写嘛。那有时他们做错 food 的时候，我们就拿来给 customer， 我们就会被骂，因为他们等很久又很饿啊。我们会面对的问题就是 waiters 啊，跟我们下了单，我们就吵了嘛。吵好的时候，他才跟我讲说他要 cancel 单了。order 菜啊，半个小时啊 ，waiter 这还没有来的哦，他们到底是跑去哪里？我真的不懂啊，有没有来到店我也不懂。等一下这个讲不要葱，这个讲不要倒给，这个讲要加辣，还有水方面呢。等一下这个讲不要冰啊，这个讲要少糖啊。我们是手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什么 machine 写的、啊，哪里写得来哦？等一下你的食物多一根葱罢了，讲说，哎，叫你 manager 来，然后我们在做卖了，然后我们这些 waitress 会很可怜啊。做 FMB 的、啊，这样多工人了，有 chef 有 waiter， 不可能特地去请一个工人来给我们算 stock 的吗？还有啊。知道他们算账，每一次都会算错的。老板的痛苦有谁知道？你知道我们的老板交友广阔的吗 ？Friend 这样多，一个一个来讲说，啊，我是我的老板的 friend 啊，要 50% discount， 我哪里知道他是老板的朋友？你有时等一下亏钱了怎么办？又再是我们维权中骂哦。Genius Sports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POS system， 无论你是经营餐车、餐馆，或者是快餐店，甚至是零售业、服务行业，例如美甲、按摩、洗车行业等等，你都可以使用。它甚至可以帮你管理并改善你的企业流程。现在就为大家揭开 Genius Sports 强大的功能吧。防止在没有库存的情况下，你的员工还去打 order， 而且无需在场监督你的员工，算 stock 也是很方便。这个功能可以帮助到厨房更加有效率的出菜和了解顾客的特别要求。只要楼面的服务员确认了订单，厨房就可以直接出菜。就算厨房的纸 print 完了不用紧，楼面的 printer 会帮你打印出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顾客有特别优惠，可以 order thermal paper， 而且还送到你店门口来。我们的会员系统支持充值服务，可以 collect point， 可以客制化设置兑换系统。如果你是经营酒吧， Genius Sports 还可以帮你记录你顾客保管在你酒吧的酒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设计你的生意的 happy hour promotion 等等，所有顾客的消费记录和资料都会自动保存起来，一个月来过多少次，消费了什么东西，甚至会分析你顾客的消费习惯。这个对于你来做 marketing、retargeting 或者是 membership 都非常实用。不用担心你的员工偷懒、吃惊早退， Genius Sports 可以帮你记录员工上下班时间，甚至还可以记录员工的 commission。 如果你的生意有提供外送服务，那你不必担心会漏掉任何的订单。我们现在有提供网站让你的顾客向你订购外送，多大的范围加额外的收费都不是问题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是有提供 QR Code Table Ordering， 在你的餐厅内你的顾客也可以自己下单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用 iPad 的，就算停电也不怕，也不用特地去买一个 backup battery， 而且它是 offline 的，不需要联网，就算网线不稳定也不用紧，也可以照样使用。所有的 report 都可以在手机或电脑上看到，只要你想要的 report， 随时都可以 print、export 去 Excel 或者 PDF 都可以。所有的 hardware 我们有提供一年的 warranty，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lifetime service， 每个月我们有提供最少一次的 Google 跟 Facebook 的广告教学，加速您的生意成长，而且重点是免费的，帮你整理并申请 Google Map 的地图账号，确保您的顾客可以在 Google Map 和 Grab 上面找到您。So, 找 Genius Sports， 找阿星了。So, 找 POS System， 找阿星。找 Genius Sports， 找阿星。找 POS System， 找阿星。找 POS System， 找阿星。